当我在老妈面前故意关心她闺蜜，哎，雪儿，盯点吃的，饿了。雪儿，你叫什么？是我闺蜜，你有点礼貌，你得叫雪姨。啊，行行，雪姨，你盯点吃的呗，饿了。再吃点啥吧。你快吃啥呢？哎，对妈，那个雪姨吃不了海鲜，过敏。啊，那吃点那个，来个辣子鸡也行。哎妈，那雪姨最近吃不了辣的，上火了。我猜的，你看那脸上现在都起痘了，上火。妈，那你来一杯那个，你冰啥？哎，那妈，最近那个雪姨生理期喝不了冰，来常温的吧。不是，这你猜的？不是我，这不是猜的，我就刚才不小心瞟了那手机上那日程，看着。你咋那么会猜呢？你会猜，那你猜猜我闺蜜有没有对象？我猜没有，但应该马上要有了。意思，我妈本身酒量就不好，你这给她灌多了都。哎，其实我跟你说吧，咱俩这个事儿吧，一直瞒着你，拿着也不行。甭管今天借这个酒没有，我就跟她好好坦白一下子，把这事跟她说了。不是你说啥呀？我就跟她说，我喜欢你，如果她要是同意的话，那我们两个就是亲家家庭；那她要是不同意，那我也不强求。打算这么说呀？